所以我们今天设计了一个任务，叫做赤脚跳飞毯。赤脚跳飞毯，八位成员分成两个小组，每组四人中，一人负责拉动飞毯，其他三人需光脚在飞毯上跳跃前行。两队接力进行，在限定的时间内绕金箍棒进行一圈则为成功。如果不小心跳出飞毯，就感受一下火焰山的热情吧。啊，室外是歌，室外。这歌咱下一次发不行吗？下次发吧，下次发。哈密男孩女孩们来分组吧。那就这么分呗，你们四个，我们四个。你想跟这么多女孩在一起？他仨跳。这是知心叵测。大哥，这小算盘打的啊。拉累，这样我们仨跳，深深拉。可以。你想踩就直接去踩。那你拉吧，你拉吧。我给大家拉一个。我拉，我给拉一个，我拉。我也可以拉。我拉。我拉。还剩4小时53分。啊，走了。去换鞋去。我内增高白垫了，我内增高。哇。在这个。哇。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火焰山景区的地宫内圈，这里的造型灵感来源于《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墙上的壁画描绘的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太上老君关入炼丹炉的情形。哇好辣啊！呜呼，等一下啊，等一下。真烫吗？真烫吗？真烫！哇！我还拿手撑了一下。我现在太庆幸我选择了做这个苦力了。你拿手摸一下。还好我没有。好烫！大家 OK 的话，我们就请两组的成员就位。那咱们去那边吧，我们去那边走。你让女孩去那边晒着。那边晒吗？对啊。哎。没事。这么大声。哎。白露太。哎。你一横店的人，你怕什么事？我不热，我可不热了。我好凉快呀，亲妹。哎呀，这都是烫的。来吧。咱们加起来300秒，哈密，飞毯接力，加油！计时开始。好烫！1、2、3，走，可以吗？来，1、2、3，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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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这拉蛮累的。是的，你腰行吗？行。1、2、3，走。哎呦，这是腰啊！1、2、3，走。现在这个已经是烫的了。1、2、3，走。不是。我跟你们说，踩在这个毯子上也是烫的。1、2、3，走。1、2、3，走。要不要歇会儿？不要我不唱了，没事，走，你1、2、3，1、2、3，走。哇，真的有这个毯子根本就没有意义，你知道吗？走，好烫啊！走，加油，快到了，终点就在眼前了，走，走。走，走，到你们了，1、2、3，走，加油，走。
一二三走，一二三走，到了，到了，行。我的脚要着了，真的。哎，这里没鞋。已经2分25秒了。快走，快走，快走！来来来，不是沙爹，我俩去走。一、二、三、四、五。快呀，没时间了。我觉得可以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啊，沙爹，走你。行，一、二、三、四、五。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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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这方法好，他们这个快，快了啊，快了，快了！预备，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加油！加油！不行！不行！感觉跟跳火圈没啥分别。预备，起！1、2、3、4、5！到了！哎呀妈！我跟洗了澡一样，我跟你们说，真的。好烫！我跟你讲，真的烫到后面。我刚才拉毯子，有几次他们的脚。从毯子上下去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以前我们觉得指压板是很不能接受的一个游戏，但今天我们到了火焰山这里，我发现，真的别说人都二脉了，人都十脉都已经打通了。我想知道我们用了多久啊？大家刚才用时4分10秒。我们把时间追回来了，第二组1分半左右，恭喜大家在这项。